大家好，我叫 Malcolm， 中文名是王承敦，家里人会称呼我阿敦或敦敦，今年31岁。我具有律师和会计师资格，目前在澳洲的一家大型日资企业上班，任职商务经理。我是个比较开朗友善的人，爱好做运动、旅游、听音乐，偶尔也会弹弹钢琴，随心创作音乐。我参加过很多朋友的婚礼，也做过不少次的伴郎，偶尔也会当朋友的婚礼司仪或婚礼歌手。我也常常在想，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当新郎呢？我和我朋友都是《非诚勿扰》的忠实粉丝，我非常高兴能够申请参加这次举办澳大利亚专场。So， 非诚勿扰 ，If I'm the one， 请你选择我。希望非诚勿扰可以帮我找到我的灵魂伴侣。谢谢。